好，十秒之内不需要付版权。OK， 今天我们要干嘛？今天我要装扮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小仓鼠啊，我们要给他弄一个圣诞装扮，然后他们要把这个改成他们的头像。对，所以我不管我怎么装扮，他们都得这样改，是吧？你看，哇塞，这样子可以。好，我开始了。这个有时长吗？没有时长，没有，随便装扮。OK。然后你可以说一下你今天那个24/198这个典藏卡的主题。对，我们一边装扮一边说一下这个典藏卡。24岁的我与98%的关系。24岁就是我今年嘛。然后呢，98%其实是我一直，我觉得我们都应该保持98%的热爱。不管你是热爱生活还是热爱自己的一些梦想也好，或者是一些想法追求也好，保持98%的热爱，因为热爱大于100%的努力跟100%的天赋。我觉得只要有了热爱，你干啥都可以，干啥都能干成。对，就是说很吓人啊，一下就25了，今年过得其实好快啊，感觉其实。然后拍摄圣诞小卡和平时酷酷的风格有什么不同？拍摄这个圣诞小卡和平时的那种风格就是百变。对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姚琛就是不被定义啊，好官方的话。对，就是我觉得就得在什么样的时候拍一些什么样的风格，我觉得是对的。对，然后呢就是这样。对，今天我觉得还蛮祝你生日快乐，拍完一个还要装饰一次哈。然后你关于圣诞节有什么故事或者什么？圣诞节以前在海外的时候会放假，现在好像没有这个假了。对，我觉得圣诞节的话怎么说呢，就是我觉得可以跟朋友聚一聚，因为现在的朋友，所有朋友们，包括正在观看的你们，肯定也是找着各种什么，哎，今天星期五大家聚一下，明天他生日聚一下，后天要下雨我们也聚一下，外地天晴我们就找各种方法聚。对于我来说，圣诞节也就是一个让大家要想要聚的理由，圣诞节绝对就是。两个，但是这，然后还有那种圣诞必听的歌曲。圣诞必听的歌是姚琛的新歌。在我脑海里转转转，反复推下也许是你的答案。刚刚换了也换了，结束今天的物料。最后希望大家平平安安，送你们个小苹果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。结束了。